Sorry，开始。你身子怎么那么单薄、啊？转你撞飞了，怎么跑这么急、啊？我在等你啊。不要一直这样抱着说话，抱上你这个，因为在等你啊。你选，你看你怎么抱的，我看看。你选的。刮鼻子什么点评的呀，真的一点不正气。调皮点吗？你选的，你选的，那就改来摸头吧。我感觉你还是好点心，是吧？其实情绪就到了就过头了，脾气了，对，其实然后你可以感受他的呼吸嘛，又会给他拉自己，然后在你后面，就后面一直感觉他在后面用通过呼吸在聊他的，然后就通过手的那种暧昧，然后情绪到了，然后消耗了。看到了吗？导演多么懂女人，多么懂这种。Nice。把那些藏起来的美好统统分。